你怎么？都拼板了，都拼板了。再来一次拼板喽。然后炒虾。一七，你这个也要一份哦。先上了，有啦，要先结婚啊、哦，要先结婚啊。哦，要紧哦。你不挂，你要先结婚啊。一清，我先帮你留一份哦。一清是，一清看得懂啊。一清说这种东西不拿的话就太过分了，这很少等得到。我跟你讲，这种拼板很少等得到，可能一两个月会等到一次。如果是明年的话，可能上半年都不会看到。这是什么？这个是啊哟。我、哦、靠！我等一下，我看一下。一心要一份，还有没有人要一份？快点哦，要一份先喊哦，我怕等一下下去就没了哦。所以这个也来化了。OK， 米拉米，谢谢啊。我爸了，我也可以进来。要结婚？我等老人，我老人婚哦。啊，这超贵啊！贵耶！这贵耶！四个八九十。我老人婚哦。再两个。好了，就这样留的没有了。OK， 停了。我留两份，一个是熟龄，一个是一清。一个是熟龄，一个是一清哦。熟龄跟一清，然后现场拿完了。熟龄跟一清。啊？没了。我说了没了。我只留到两份，现场十二份，我留两份。这个几乎不用记名的，只有那条鱼要记名。没有，这个都包完了啦，全都没了，然后全部都包完了啦。好，赶快过来拿哦！我帮你留两份下来哦。